哎呦！我上午还跟他说，我说我给你请个嘉宾吧，我一直跟他说很多次了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哪能背着我干？哎呀，你这，哎呦！我经常在看你的节目。哎呦呦呦！妈，我前一段时间我专门要了你的电话，我都交给编导，但是太久了，我哪能这种方法请呢？你们跟我打个招呼。哎呦呦呦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对，这是在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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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前，我拍电视剧的时候我认得一个干妈，但是后来干妈火了。哎，我记得你是弟弟吗？怎么变干妈了？弟弟怎么变？好，我没那么我的儿。